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考拉，欢迎观看本期的茉莉说生活。血脂升高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，如果长期不调理，很有可能会发展成高血脂症，对身体的健康非常的不利。而血脂升高一般会出现四肢乏力、胸口发闷、失眠等问题，这个时候最好及时的调理。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杯代茶饮，叫做金盏苦丁茶。适当的饮用能够稳定体内的血脂。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要怎样制作吧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准备的材料，就是四朵金盏菊、五克苦丁茶。准备好后，将它们放入茶壶中，加入适量的开水，盖上盖子冲泡5到10分钟后即可饮用。金盏菊能起到消炎抗菌的作用，而苦丁茶能降血脂、增加心肌供血、抑制动脉粥样硬化。这两种药材搭配在一起泡茶饮用，能够起到降脂降压的作用，能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，而且呢还适合腹胀积食的人使用。但是要注意，这杯茶饮不能代替药品使用，而且脾胃虚寒、体质虚弱的人、女性经期和孕期期间不适合使用。自身的体质特殊呢，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分享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记得关注茉莉说生活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